更保留下哈历史性的纪念哈。感谢咱对岸的摄影爱好摄影的朋友们，啊，搁咱的夺标点呐，夺标点呢，啊，伫咱的私人台左手册加嘛真侪哈，咱的你抢这个镜头夺标啊，这个镜头非常感谢啊，共同来关心咱的文化哦，感谢感谢爱好我们。啊，澳龙文化传统进度的啊，各位爱好摄影者，非常的感谢。好，今晚两队来追得我，追得今晚两队的轮子那咯。哎，都要讲给轮子的消耗对方的体力的，不能再磨啊磨啊，我准备别嘴别嘴别嘴哈，别嘴别嘴哈，就是在消耗对方的体力，这就是你的技巧的所在哈。今晚两队的轮子那咯。好，来，今晚。进行第七场，我最多的是咱红船啊，红船啊，哈，红船啊的吉娃娃队投成春泽会队哈，打赤膊的哈，打赤膊的哈，打赤膊是上衣没有穿的哈，上衣没有穿的哈，来，别来最多的是咱的代表咱的吉布兰队青船啊，哎，今晚两队哈，别啊轮船啊哈。这样子好像太过。哎，轮船啊，就是安尼吼，准备个别些别些嘞，消耗对方的体力吼。哎，对方的体力，啊，我呀看对方来稍微不注意，嘿，我就个踩落去，我就个滑，我就个滑。哎，啊，自从咪跟我讲，哎，你虽然你白，但是阮嘞吼，阮吼起步较慢，哦，我就不引罗了，我不会敲锣，我说重来哈，重来哈，起码。今麦啊，两队啊，就起点地方准备啊，来进行进度。啊，伊今麦两队呢，啊，开始配准喽，向前滑喽，但是上方拢还袂引落。啊！有一方引路，听路声，外水道引路来咯，外水道，外水道引路，来，来水道嘛引路来咯。哎、欸，有引路无？无引路，来水道无引路。重来啦！从那个北斗转去，拄啊，咱的新闻记者嘛很好奇哈，讲爱输鱼，再搁讲一遍。哎，因咧广播，因咧转播出去，真好奇，讲是那阵那个北斗转去，吼，啊特别苏女家做一个介绍，所以呢，苏女甲咱大家观众朋友啊做一个介绍，就是双方一方若无引路，双方若感觉两只船啊起头的时候，双方就会引路，一方若肯定起步较慢，啊，伊就无要引路，就起码安尼，一方认为因起步较慢。所以伊无要一路即马回到原点的地方重新过来哈，这就是咱传统的所在，跟人无共款哈，没有鸣枪，没有裁判啊，就是安尼哈，双方一路来甲爬落来，即马就是咱第七转哈，第外水道是咱的红船的九号会队合成春泽会队，第内水道是咱的青船啊吉布兰队国光大学队。啊，今晚要进行第二抓哈，第二抓哈，第二抓啊！让我们为两队哈，为两队加油啊！观众朋友，为两队来加油，嘛是真趣味啦哈！那么是非传统的方式啊，但是非传统方式，来共同为两队来加油。